OK，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您上台。现在我们进行上台的部分。今天我们继续进行皇家陵墓的部分。不过九级武器是去哪里刷的呀？九级武器。哎，你再要一手啊！你要拿什么的九级武器？就是我治愈杖啊。啊？其实我治愈杖啊。治愈杖。因为我治愈杖就一把而已。哎，为什么这样？嗯，没进来吗？没有进来，再一次。兽人三就已经是拿十等的了，所以九等应该是坟场吧？坟场啊？你要多拿几把的意思？对啊，又有预备啊。那还要去？那还要去坟场吗？还是直接？那没关系，就这一关先打。One more time。就是要拿到十三等武器。啊，这场就是高等武器。嗯，走了。高帅，他跳掉了。可以帮我修一下吗？可以，就这一把。要这一把。给气。复活。好变。向前冲。开场就拒绝。嗯。你剪一个，我们旁边把我当面点吗？行。我感谢。你在放袋子。超强袋子。上面要剪吗？有、那個。上面应该是放冰吗？对、啊，放冰的。
在干嘛呢？姐姐，王姐，小心啊！昨天被阴过，我先知道你在哪里。啊，没有放到。完蛋了，你那个五放下去就没办法放高级附魔。嗯？哦，感谢。等一下，你。平等。放个技能。哦，漂亮，好强，好，好变态。那零食也是很好用。对啊，可是你就不能在前面。哦，对哦。都在那里吧。哎呦，哎呦！算了，就下去了。那我先下去。嗯。耶！我靠！先过一个血再走。再生一次就要十个，那用普通再生就好了。如果不是很危急，打 BOSS 战手再用强化再生。等我一下。
火焰吐息。好、哦。感谢。等一下。是。全上。我脆弱的跟什么一样哟、哦！我很脆弱。我觉得团部很重要呢。要检查有没有什么隐藏墙壁。红钥匙在这边吗？嗯，还有一段距离。想进来，小心哦、喔！那边那是打到感觉两百多血，两百多血你就喷的这样子，你血好像也没那么。稍等一下。
四十。前人，前队。感谢。嗯，我们那个补血真的有点飘忽不定啊。飘忽不定。就是有时候会读到三百，有时候就补到六百呀。嗯。他都要看心情。不要再打！是，嗯，他们是虫虫啊，不能用锤啊，换枪，不护法。我大致的好暗，稍等。稍等，他们已经冲上来。没有，我刚刚帮你放再生啊。嗯。行，这只。这最无敌，用火修一呢，就是要等他的那个。啊！你可以，哎，哎，我也被杀了。我好意思的。嗯，哎，快要拿到好戒指吗？啊，拿到什么？啊，还有一段距离，还有一段距离，要到有会喷火球怪那边。进去怪住了，我有把你放到那个吗？我说，放进去，要帮你放暗影，不用暗影啊，要近战。没有放完，我刚没有放啊。嗯。靠腰。
等你等我一过下来。啊。我还要走好远哦。刚才是不是要学一点那个加速这样？加速。加速是转化值，看看转化时哦。你过10点的话就可以学。没有，我们不够10点，又再也要学秘法。哎，你叔叔哈，上面上面。地道，这衣服呀，就这个吗？哦，不是，那是这，你那是绿色的吗？没有，不是元素，是放冰火的，不是绿色的吗？不是。哦，存档点，终于。懂他在说什么？你有看一下他的剧情吗？没有，这边我没看。有点也懒得看呢。哦，这。等他回头。我这个火球飞过来，他还会那个顿一下呀。嗯。等等。看你怎么回。哦，小心小心！哎呦，哎呦，差点要死了！这个震动真的很可怕呀！真的。这个是回去的路，把灯点一点就回去。OK， 回去了。
确认一下。OK， 没有东西。然后一定要检查墙，不然藏什么东西。哦，到了，红钥匙可以准备了啊！可以准备吗？我冷气真好呢。等一下，红钥匙就我去开门，你得要加速。昨天我们没有找这个隐藏门，是不是这里啊？再看一下，每个墙壁都好可疑哦。那你等一下在这边等。就剩一等，对，还要引怪是不是？啊，不用不用，这边没有怪。Okay， 我去跑了。这边，你可以帮我放个火焰减伤的。感谢。请问一下，那个矿车是怎么回事啊？对，赶上了，要把那个矿车，就是来得及让它下去。哦，所以才要加，就是跟他拼时间。不要掉去了，再去挂掉。转下来测试一下，全体加速速。为什么我也可以加速哦？对，我枪的技能呢，可以全体加速。哇！啊，我忘记了。怎么 ？Oh my god！ 我忘记先去开门了。你忘记开门了？对。哇！这场又没有了。这场又没了。刚刚还要先过去下面有一个拉杆要拉。什么拉杆？我们回得去吗？回不去了。重完了。重完。就跳出去了。先跳出去。到这里，我花半个小时。没关系啊，我要强制离开。嗯。我先离开哦。好。刚刚在打蛇。打蛇之前要先
要先到后面去。哦。嗯，你有离开了？没有。哎，我怎么又回来呀？你们跳出去了？你跳出去了吗？我跳出去了，就我又进来了。那你先跳出去，你强制离开了吗？对啊，那你再强制离开一次。就我又从那里进来。我也只能强制离开嘛。你没进来啊？强制离开。那我们强制离开哦。好。这样要花1小时哦。我的武器耐久度又满了。感觉他们像是灵骨堡，就一段一段这样子。那可以有多嗯，好？这一可把以要帮我抢，强化。抢回呀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OK，去屠杀他们。这边你都打啊？哇，绿色！哦，绿的，不是很久的。不给我就少了一个再生的呀！小心！嗯，什么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他一发就痛，他一发，
我这一步就好。如果我们都受伤的话，你再团补。多信用再生。不能爬楼梯。我可以放下，零食，零食啊 ，OK， 对，好爽，滚通。啥？前后加工，这很好啊，前后加工嘛。你要什么？OK， 我们就下去吧。录一下工资。乖乖用一下名字，我没有。
这是还有一把。没有了，一发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对。玩一下，哇、哦！一箭穿心，全部毙命，好爽，爽快。但是还就一发而已嘛，一发就没了。感谢。会很多吗？嗯。现在最怕就是一进门就是全都怪，那就是最麻烦。感谢。嗯。Thank you。大致，先到这。怎么这么叫？然后等等他的免疫结束。先撤退。可以，捡钱。来这里大步地是赚钱钱。赚钱钱。等一下啊。Thank you。飞人怪很多吗？我多。他这个配置真的很厉害，还配一只小智来断法。上面的虫虫。那边的灯我就开一下，这么亮一点。进去很多怪吗？没看到怪影。
应该会有一只虫。没意外，那边应该有一只大只。没了，一发就没了。这边有一只那个冰的哦。行。Thank you. 放屋顶，然后确认他 OK， 他免疫结束，又来了。哦，那种，是不是用火烧应该就可以了吗？你要看他有没有放火焰免疫，你要平衡干嘛？好啊，不要。不要站太近，要不然的话，连你自己会烧到。啊，所以要我上吗？按你啊！你不是用火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是放火，我先试试看。哦，漂亮！烧死他！不能他妈复活啊！那进去会不？一堆怪。你可以进去打，帮忙打上面的那个暗影的，因为我等一下，它下面会出很多骷髅，我要唱那个全攻。哦，好。你先拿锤子。我拿锤子。对。这个。对，等一下左上方跳打这样。好，准备进来。好。三。不行！哎，我第一发没唱到，我还要跑很远啊！哎呦，这老木墙壁，这老……那边就有一个法杖啊，看要不要去拿。哪个法杖啊？就有一个箱子里面会掉法杖啊。哎呀，法杖那个懒得拿啊就。那不要拿，就不用再去那个房间了。要不然我觉得那边那一身骷髅进去可能也不会给我唱，那可能会死很多次。算了，那就不要。这边要先拿，nice。
等一下。刚跳上去没有看到，等他回头再跳。OK。啊！说话！讨厌他，他死得很快呀！哎呀，比我跑远了。难免受火，都是这个裙子啊，裙子太严了哟，就帮他穿个裤子会怎样？管多，漂亮。超赞，好爽！拦魔法拦阻腿，这里也会掉。加几啊？那个没有加了，普通的，跟我的一模一样。去点灯，等一下再回来。诶，这个要漂亮，已经到这了。Thank you。给你帮我放个火焰剑伤的，要火焰防护。嗯，火焰防护。是要到了，如果来不及把那只蛇撞死的话，就变成我们刚那样的情况哦。所以真的要有加速度去冲，虽然说刚刚我虽然冲到，还是到一样的局面。是，这次不会再弄错了。先不要杀死，先不要杀死。对。先走后面。
拉杆，你看上面那个就开了。哦。所以如果先去杀死，就会变成。那还是不要杀好了、啊，你就给我好好的嘛。那只蛇蛇吗？那不杀不行啊。哎、欸，不杀可以。不杀不行，不杀一定要杀他上面的门才可以。看，右上那边的门才可以。好快，好快！加速速。太快了，有走超风的。哒哒耶耶，红钥匙，那我捡了。不是你捡的吗？对，我捡了，那就用光环回去。好。我们比刚快了三分钟。啊！距离打完还需要一点时间啊。嗯，应该快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讨厌这个楼梯。啊！这楼梯真的很讨厌哎。老师多么欺负的呀！要穿裙子的。这里有个棺材。Rest in peace， 你要吗？我好啊，以我的技术很容易就 miss 了。等等等等。哦，难的。嗯，没有蓝钥匙。哦，这儿。那后面。要不要先退啊？小心！啊！我下来呀！我就说我会必死。哇，这边很痛哎、欸。嗯。主要那边有太多植物。哎，等一下！我忘记我有那个嘞。嗯。冰霜免疫啊、欸！对，我有冰霜免疫，我都忘了。等他们转头，你要卸下来了。那边一只大只的在门口等。
衣服的遥控突然坏掉了耶！大致的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一定要跳出去才可以玩啊！啊，跳出去！就无遥感啊！遥感失灵了吗？没有办法随插那个，那突然间感应不到，还是对。叫我退出去还可以啊，你不要退出去好像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你没有关游戏吗？我没有关游戏，可是我刚刚都按退出哎、欸，出声退出。我不敢保证行不行哦。啊，你要这样子玩哦？你刚刚手把不能还是？你是手把突然间坏了？对，那我刚刚用重插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没办法动哦。就那我们就只能用键盘玩啊。突然间坏掉，那它是有感应的啊，但是动不了的。对，不给我你了。也是插后面啊，等一下啊。
嗯？什么？监控摇杆。监控摇杆。有时候很多电器都交叉壁的。最近我一直在换线材。我截取卡原本以为是线坏了，那换了线之后才发现，哎，机关没变好。嗯，会不会是截取卡坏了？但是机卡连直接连荧幕就没事，就那应该是连电脑线坏了。结果我换了一条线，还是没变好，就发现是我电脑的孔坏。人家一直逼一直追，才发现是电脑坏了。电脑坏了。对，那个孔。要换别的孔插，哎，就好了。还是你按到什么新注音输入什么的，我就卡住了。新注音。像我用键盘玩也是啊，我如果又不小心按到 Shift， 它变成输入法状态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放技能，所以很危险。偏偏它的技，它的设计就一定要按 Shift。这今天真的不给我的，动不了。你也没有用键盘玩过，没有哎、欸，所以危险性就变高了。键盘玩不保证厉害，对，有点危险。一上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一上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按着 Shift 才按一。
那就试试看哦。嗯。剪是哪一个 ？Enter。有陷阱。哇，你是哪一个啊？那个 tab。他会怕中毒吗？他自己是毒的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我是没试过，可是你已经上火了，不是吗？你要往后站一点。有毒药，有毒药系统。燃烧吧！哦，是650。跳是哪呀？哦，跳是那个。上。难用哎、欸，跳啊！斜跳啊！基本上按 Enter 哦。嗯，对。元素补给。你啊，你中光棍了？咦，用那个大的考验，我在等那个，我在南戒指这边等你啊。啊？哦，你哦对哦，你存档在上面。啊！我掉下来。
你路虎？嗯，又有谁陷呀、啊？阱。可恶！好怪哦。那边好像有一只冰的，然后一只蜜蜂。那我下去先放冰了。欸，小心！我靠！我要。它有放冰的，会放冰吹熄的。怎么会有这种鬼？看你要放冰霜原液。行哦，滚，顶上去。我不顺，很不顺哦。我让他跑快了，吓死人！又到这了，现在知道不是走前面的。那上面那个石孔是怎么下的？没有，他没有下来过。你在装的。那吓吓你！啊，还是一定要先触发下面才会。一定得进去。那我进去可以好了。那我先脱妆了。这一定会死掉。被秒杀。OK， 再一次到上面去。你去就好了。
经验。那也是哇。对，就是我会用群工具清小怪，但是你要赶快去把生怪的清掉。生怪的清掉。我先穿装。对，那那个开防护罩的就会召唤怪物，所以要优先把那个清掉。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大家没有准备好。Oh my god！ 你还可以了。挂掉。哦，进不进？小心啊！挂掉。我靠！因为上面开防护罩，我的全攻就打不完。他们会放秘法，所以你还是要打手把式吗？就玩不顺啊。被我清掉一只招怪的，漂亮。现在是用不擅长的方式来玩，没有办法。好，纯粹就当厨师，不拿工人啊。这个还是不知道要干嘛。到王府，这是有东西啊，不过会死掉。不要过去了，不要过去了，过去会死掉。你如果不怕死，就可以过去。要不要算了。那照刚刚上次一样，哇！先复习一下，我先放冰杖，不是，对，放冰杖，然后会用全攻控场，然后你就补那个大家的血 ，OK 哦。怎么破了？一开始就破了，不行啊。
因为他那只小龟会召，也会召唤。我先把我的枪充到加四之后，我再去偷枪。这个被打到会很惨。他为什么补起来呀、啊？我不做了什么事啊？他自己会补血啊！你如果给他吸血，他会补更快。等一下，我再抽。是我现在可以打。可以，你可以打他。现在没有剑粉。一块空哟。会被他那个挡到。我等他出小怪。你要等他出手啊？我要等他出小怪，这样子我才能那个击那个我枪的那个技能。枪的枪话要先，要不然到时候打出去威力不够强。第三，你现在站这间要小心哦，那几会出小怪。要躲，被那个打到，被环住就很麻烦。我的防护罩，啊不，哦，蝎子，对，但吸的时候就不要在他视线范围内。你说不要放那个哦，全体人呀。嗯，你说什么时候要放全体？就刚刚我不小心放全体，他就吸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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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放全体他不会吸，他平常就会，他平常就会自补。哦，原来是。那我就那个。对，你可以再站在这一层，你站在那一层有点危险，所以你站在第二层，对。这样子，他怪出来的时候比较不会直接在你身边。Nice， 就补一次，他造成伤害大部分就都不会。哦。偷枪一定要靠小怪击，不然没有那个。只放一发，小心哦、喔！他刚好会被那个他的地板挡到。小心，小心，你被吸，你被吸。你补一下，你自己补一下血。Nice。他还在那个吸血吗？就是你，他在补血的时候，你如果站在上面的话，他就会吸到血，所以他在吸血的时候，你就赶快下来。什么时候可以趁别人他在吸血啊？就他有在补血的时候啊。哦，那我现在可以打、啊。可以。
靠北。进攻性很高。快下来！你想要他招小怪的时候，一只小怪都不出。他知道招小怪会被我打得更惨，所以他一直不招小怪。对，我想说，我家用大火球打了。哎，对哦，你昨天用大火球烧我，这样效果还不错。对。他这次放很多，哇！不一次试完了，不要再打啦！Nice， 疯狂烧他！上来呀，有种！半血，半血，换速，像昨天就是被鸟，被就这个打到，然后我就过了。就被这个打到了，还有还在补啊！我靠，我有，简直不给人家补。小号赞的啊！剩四十趴，啊，那，嗯，那个是他们的，所以那个破没关系。你也破了没关系啊。对，那个是他们放的，所以你也补不到。你用防冰的啊？啊，这个弓箭反射，现在不要射。火球应该也会反吗？不确定哎，我的枪，我头枪它会反，啊，火球我就不确定。还是昨天我头枪就会这枪飞回来，吓死。小心！暂
觉，再一波运费就可以。Nice， 哇，他是随机补两倍是不是？好厉害！还出一波小怪应该就结束。或者是你直接解决他这样。Nice， 耶，可以啊，有三等啊。这什么？恶魔法杖，秘法的，给你好了。给我，我靠！他这个独特的，独特的送我。先点灯，都我们要先去看一下后面有什么东西吗？还是先把前面剪一剪啊？把前面剪一剪。啊，又是受诅咒边缘。圣光杖。你那一把是什么？一样啊，是诅咒边，诅咒边缘。对呀、啊，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哎，不阴是。哎呀！战斧，三把战斧，三把战斧，抢瓜唱功，乐色、嗯啊、算了，乐色也是钱，都捡去卖。咦、欸，等一下就要洗点了哟！哦，你要洗点？你的那个手背那个。哦，对哦。水晶，蓝的，秘法，绿的，给你，绿的，哇，绿的，哦，好长，秘法。Racky， 啊 ，Nice， 终于开了。这奇怪的声音啊，还有这么奇怪的声音，这玩意儿为什么我都捡不到啊？14等的铠甲，这个是大火。铠甲要吗？还是啊，你不要穿铠甲了吗？你要穿袍了。
这没东西。一百块。橘红色。这样我捡不到了。还是说这个都只有一件这样？你懒呢、欸？生命之戒，我也是生命之戒。我给你，你是生命之戒，不是还手呢？拿什么书啊？就没了吗？那对面那是什么？什么？就空的。我来没有，没有。书的我有拿吗？这里有书吗？啊，有一本《强化再生》，我捡到。你还有一本吗？所以他这世界我一件而已、哦、嗯，你说哪个？那再生，就是书本那个、啊。对，书本我就上面那边就只有一件。是不是哪里没捡到啊？对，我昨天看那个，今天那个他也没有到对面去，就烂到跟什么一样，不爽剪那样子。所以对面那都是什么？跟那个蓝钥匙对面，结果没有办法通过的那个有关吗？有什么机关没有解？看一下其他的影片，有没有又到对面去的？不对，对面是我们去过的地方哦。对啊。哦，所以红钥匙对面原本就是我们之前经过的地方了。原来哟、哦。可以帮我转一下吗、啊、？OK。红的跟绿的。好多，超多。对啊，很爽。买个，我今天补回来的。补回来的。那边就是打那只血超厚的花那里。对，只是我一进来不是有一些那个吗？嗯？我进来的时候不是。有一个很多骷髅，那个在哪里啊？那是很多骷髅，就是我们要跳下去那一边啊，就是很多骷髅头，对、啊、对, 对面有很多，那个应该只是剧情而已嘛，他没打算给你过去，只是蓝钥匙对面那个，好像我还没看到人家是怎么把他过去。再看另外一个人的影片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过去蓝钥匙。
那、no, 反正先出去好了。你有什么东西要丢吗？我感觉，哎，展铺可以拿去卖。老多，这关根本就叫我去练秘法。受诅咒的边缘，把讲话才能说给你。反正我也学不到。那应该就都拿了吧。出去了。出去了。那这关大概就这样子。如果那个蓝药师对面真的没什么东西，那应该就这样了。哎，等等，出去了。我学一下那个。我帮你盔甲强化那个。哎，你用这，你要继续穿这套吗？还是你之后要换另外一套？我就穿这一套嘛，我不会再换了。嗯，那我就帮你强化。啊。护甲强化。看一下耐久度可以升到多少呢？有没有升突破极限？你刚对我护甲强化有哎呦，他那个施法速度变很快耶，加55嘞，加五十五，哇！你刚装弹，你刚装弹是二啦，绿色元素就还是三而已啊。哦，加了一些东西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哎、啊，你这个嘞，这套嘞。嗯，你又换另外一套了？这套？这套是另外一套吗？对，再帮我放一点。那我再放一次。刚升几的？对，刚升。这套是补量的还是？近身反应加61了。哦，这个还好啊。额外治疗加29，我需要强。好，这张就好了。这两只不错。这么说来 ，OK。放进群底就知道了。哇、哦，好快！哦，速度变快了。这是上了圣殿。主教唱了圣典，好，多多配够 OK。嗯，那就出去了啊、哦。OK。Dungeon completed。噔噔噔噔噔。我先退回出去。没事，玩个屁呀、啊！对，这关是有比较好练经验吗？跟错人战比起来，跟第最后就是救人那一战，我觉得这一战练的比较快啊。哦，钱也比较多。好了，摇杆好了。只是说，哦，摇杆好了，就退出去就好了。对啊，他就是没办法感应到啊。然后我们平安无事的打过，这关唯一的缺点就是给的没有给什么新法术，就是强化再生，两次都强化再生，就那一本，就没其他东西。然后生命戒指两个人都是同样，他应该是固定的吧？就他应该是当初在设地图的时候就固定好要给你这个东西。嗯，被诅咒边缘也是
都两次都一样，就 boss 掉的东西不一样。嗯。不错，不错。死吧！工作。这些玩家做的这些是可以玩的，是不是？嗯？什么？玩家做的应该是可以去工作坊去下载人家做的地图。只是说玩家做的地图会不会更变态就不知道。哎呦，很有可能哦。你常看玩家的而已。哎呦，玩家做的如果更像个恶魔城，那就。那就不错啊，我觉得做的很像恶魔城那不错啊。嗯，我们是可以自己来制作看看啊。超大型副本，你把它做成像黑暗人。Dark Soul， 那死掉的时候就给他 You're Dead 这样。You're Dead， 咚。23。护甲吗？对，家都好像。你那什么？我看那个矿车那里好像大家
都没有办法过去。该不要心灵控制吧？不会吧？因为那边有两只小怪，然后旁边有一个拉杆，我也不知道控制小怪去拉拉杆。看着这个人，他也没有去管那个。哇，这有够厉害！有一个他那个房间一整排怪，那个他完全不去管怪，自己冲，直接冲王房，完全不管怪。哦吼，这么厉害！他竟然还操纵大骷髅哎！好有硬哦，死灵啊！术这么厉害吗？还可以操纵大骷髅的？哎，连哇，连那个放冰弓箭手都被他操控去打 BOSS 了！天哪、啊！这么厉害！人家他这招超，他到底是心灵超贵还是？BOSS 被自己小兵打，哦，这可能是火球派的，他就是跟你一样那个火球，砰砰砰砰砰砰，疯狂烧疯狂烧哦！的。对，然后小怪出来就，啊，他小怪出来，他跟我一样，就是用范围打掉，然后再用火球来打。哇，这家伙厉害，15等可以做到这样，然后再操纵那个冰系小怪，真厉害。我修一个，我修一个就要200块。啊，修一个，我们的戒指。戒指，对。这个 solo 的他没有拿到红钥匙。他也觉得没必要拿这样子。就他这个 solo 的，他直接冲。没有去那个房间，也没有看到他是不是用心灵控制来解那一个。这个房间都是谜团呢，那个地方到底要干什么用？这个也没有哇去塞！管，大家都拿那个房间宿舍物册。就贵耶！
再见了，开甲。开甲。你洗脸了？我洗了，我真的要开始洗。在开始洗洗之前，要先买一些东西。驱动任何你所杀死的人形骸骨。没有武器，你可以多控制一副骷髅。那是死亡诅咒吧？十级秘法。所以，点到秘法十的话，就可以操纵两个你杀死的骷髅。哦。诶，可是之前这个秘法控制。控制敌对的骷髅兵，每五级你就可以多控制一个额外的骷髅兵。哦，那应该这个控制骷髅兵。哦，秘法还有那个防死亡的。防死亡的。他说你先控你一半的血，然后你如果死掉的话，就可以。归还先前存下的生命，就是你死掉的话，他可以把你那半血通通还给你，让你避免被秒杀。他是这样写，还没有试过他实际上操作起来会怎样。好，开始。秘法簿就比较常看。致命污染，吸血的东西，潜藏生命之书，瞬间就变裸体，像点数一堆，突然间多出一堆点数，对，功力十二。棍棒九，我也来洗洗看，反正不存档就好了。甜蜜也要洗？我想要试试看那个，他说什么抽取一份生命免于一死，都是干嘛？潜藏生命，脱光了。
好，差不多要去睡觉了。先休息。Nice， 今天没想到还是用不擅长的也可以打这么好。还好啊，很简单哟。那我先睡觉啊。哎，小孩喽。拜拜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试跟这个行进现场生命之书，抽取你半生命能量。如果凝固死亡的话，可以为完成这生命，让你们与死。哦，猛扣了，我们头上多了一个飘飘的东西。他就会把你那个血还给你，先把就是一个临时补紧急补血罐的概念。哎，控制一个帝都的苦兵。他变成我们的人了。可是这个诅咒好像没有办法放。驱动任何你所杀死的人形生物骸骨。叫什么释放？没有效。出现的骷髅有十四敌人，有风的骨头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要有仙有怪吗？主说要怎么放？不知道。
甚至是细点的，看看其他的。心灵好像是让你脑袋灵光一段时间，降低一切法术施展时间，心理控制，改变对象忠诚，挑拨他们对抗这些朋友，干净一些，气氛催眠高举真相意识。所以这次应该就不像骷髅了。然后我们的秘法控制只能骷髅用。哇，转化快学完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 Epic 就先到这里好了。今天我们打得还蛮顺的。好了，那么就先到这里了。不管现场看这个人上了那么多 Epic， 就下一次再继续。感谢大家，下一次见喽。